欢迎来到网狗实习生的频道，他是巴豆，我就是豆爸啦。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影片，就是我们这次8月11号周四即将上映的 DC 超级宠物军团，听说是中英文配音同时上映哦。那我们这次台湾的配音员好像是我们的大渊，还有我们的大蛇丸，他们的配音真的是非常的搞笑、幽默、有趣，而且又非常风趣、好玩哦。而且他们这一次的口号是加入肥男帮，一起干大事。周8月11号就让我们一起去干大事吧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这一次巴豆呢刚好接到我们德国知名的宠物品牌 VitaCraft 的宠物食品系列，也是为了宣传我们这一次8月11号的宠物军团。那就废话不多说，赶快来跟大家开箱一下这一次的礼物盒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吧。那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包装，其实非常的酷，而且很帅哦，而且其实非常的精美，也很精致。那我们就赶快把它打开来吧。好，那打开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里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东西吧。哇哦！来啦！好啦，首先打开呢，其实非常的可爱，而且又用心，又很精美，也很贴心，就有一张卡片。OK， 卡片。好，再来呢就是。只要购买这一次的礼物盒，他一定会送一个领巾。那我这一次帮巴豆挑的啊，是这个超人的领巾。那我们来把它戴上。之前的是他这一次好像有两款，听说另外一款呢、啊、是我们的蝙蝠侠。但我最后还是帮巴豆选了这个超人的领巾。OK， 巴豆来看一下，飞吗？好的，那我们就来继续看一下我们今天里面的商品。首先它有这个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，这个是我们的牛肉一口咬哦，非常的可爱。那它其实非常的小块，所以可以拿来就是训练宠物的时候做使用。那还有这个听名字我就肚子饿了，就是这个牛肉方块牛肉起司，这样子一小块一小块的。好，最后我觉得它这个很厉害的是什么？这个是好棒棒超级蔬果鸭胸肉，哦，鸭肉块，对啊，好了，给大家吃，快点来吃。好，最后呢，它还有这个三个小盒子，是这个爱心形状的哦，那它叫做德国之星哦，噔噔这边，那它其实口味有非常的多，它是这个。呈现这个爱心形状的，那它就是使用的时候把它倒在盘子上面，好让狗吃。那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口味，有这个鸭肉、火鸡肉，还有鸡肉、菠菜、胡萝卜跟豌豆。反正它这个就是以健康系列、蔬果系列的啦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。等等，那最后呢，就有这个超多条的牛肉条。那我觉得它这个牛肉条很厉害的，就是它一样有牛肉牛肉条、羊肉牛肉条、火鸡肉牛肉条。那我觉得它最酷的是有低脂牛肉条，还有低米牛肉条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厉害，而且就是可以让狗狗慢慢的啃。通常我在用这种类型跟巴豆的时候，我都会这样拿着喂它，哦，它就会这样慢慢的啃，跟它增进一下的之间的感情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它放回去。OK， 那这个呢是我们这次 DC 超级宠物军团里面礼物盒有的东西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我们开箱这一次超级 DC 宠物军团跟德国知名品牌 VitaCraft 的这个宠物食品的系列。那记得8月11号周四中英文版上映，大家要记得去看哦。那听说他这一次跟 Momo 好像有合作，如果去 Momo 的网站购买的话，他会有送我们可爱的这个领巾哦。那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
分享、订阅，还有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我们来一起去干大事吧！来了，干大事了，干大事了，要干大事了，马桶，怎么办？干大事，拜拜。